娱乐百分百。请问纳豆、阿 Ken、罗志祥三个人同时掉到海里面，你会救谁？哇！为什么？那就阿 Ken 好了。哎、欸，在这儿，怎么样？现在什么情况？哎、欸，我叫你，叫阿 Ken 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给他们撞开，他游泳，好不好？每天晚上六点，去体育八大综合台娱乐百分百。